怎么感觉眼角越来越垂，好像细纹越来越多哎？习惯，这个就是生锈了。生锈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颗很丰满的苹果？嗯，啊，被咬一口之后嘞，慢慢腐朽，氧化。要怎么样抗氧化？要看我们节目。每周一、周二晚间九点，请锁定《姐妹站出来》。